大家好，我是成吉思汗林口馆教练组长冠宇。当初在接触这位学生的时候，发现他有肩颈酸痛的问题，那针对他的部分也想要做一个体态雕塑。那我有针对这个部分有帮他做一个全身性的训练课表规划。就是我的研究领域是跟运动医学相关的。就是研究可能受伤之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快速的复原，这样不错，线条变好看，然后因为搭配重训加有氧，其实瘦起来是比较标志的，就是不会跟如果你纯有氧的话，可能你是瘦，但是你的体态就没有那么好看。因为我本来就有运动习惯，但是他比较没有运动习惯。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我跟他一起来，他是不是就比较会有动力？这样，应该很多女生都很害怕单独来运动这件事情。对，我想要就是想让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就是你可以自己来啊。对，就是自己来也可以认识健身房的朋友。那期许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另一半以及家人朋友一起来享受运动的乐趣。我们成吉思汗见。